分析终端机的问世，一举攻克了这个难题。你拉着这儿，把手伸进去，不是头，是手。我们现在来猜输赢。锤子、剪子、布，你出了吗？出了。我喊一二三，咱俩同时拉开。一、二、三。哦，有意思。嗯哼，耍不了赖了，你发明的。我发明的。你试想一下，如果这位漂亮的小姐，咱们俩都喜欢，他指定不能跟你。我是举例子，嗯，如果人手一支分歧终端机，科索沃战争、巴勒斯坦问题、美国总统换届，选白人还是选黑人？Win or lose, to decide. Super good. 分歧终端机广泛应用于生活的各个领域，它是一个划时代的产品。不说了，高科技板块上市，专利我买了，开个价吧，200万吧，100万，200万，100万，要不这样吧，他说了算，good idea。锤子、剪子、布，好了吗？好了，一二三，妥了，愿赌服输，成交。我说的是美元，少废话，我说的是英镑。